你要留意高速传输界面股有哪些，等一下在飙马时间里面会讲。那我们这个波段到底要上看多少，我等一下会告诉你。5274这叫信华，信华今天涨停板，涨停板以后你一定会问，那到底还有没有个股会跟它一样，它的千金股涨停呢，它代表什么含义？代表千金股的数量会越来越多。今天的盘，盘中拉回，看回不回。这份资料王彤到今天为止还是持续开放让各位来索取。元宵张灯结彩，福兔标股来，有四档。事实上这里面还有一档隐藏版的，在资料里面有。你只要加入 LINE KING 5588，留言我要跟上折地行情标股行列，那或是你打电话进来02-6630-3221，你都可以免费索取这份资料。这份资料里面有四档，今天有一档个股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。想看王彤精彩的飙马节目，请你赶快加入王彤的 LINE 官方账号。如何快速加入至尊王彤老师的 LINE？ 方法一，利用下方说明点网址连接直接加入。方法二，搜寻 LINE 好友小老鼠 KING 5588。方法三，来电02-6630-3221，请专员为您服务。立即加入 LINE， 每日收看完整版精彩节目，免费索取铁粉好康哦。华冠投顾首席分析师特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经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